车多次来回360度甩尾，原地调转车头，嚣张狂炫车技，轮胎摩擦地面狂冒白烟，地上留下长长超胎痕迹。21日深夜，桃园台61线北上43.1公里高架桥下涵洞，有民众驾驶白色改装车多次来回360度甩尾炫技，竟还把桥洞当成赛车竞技场，自顾自危险炫技，驾驶将为自己的离谱行径付出代价。